隊波唔係好順嘅時候咧，睇下杯賽衝擊下，話唔定可以幫球員睇翻起狀態㗎。喺本地聯賽表現麻麻地嘅神曦，嚟到今季第一項杯賽國組銀牌咧，就俾人脱胎換骨嘅感覺。由易家峰講下。康云神曦今季冇咗以往就算赢唔到都唔使输嘅形势，喺将近完成嘅联赛首循环，暂时排喺中游嘅第七位。喺高级银牌赛，随住朱兆基同埋罗拔图等前线球员复苏，初赛大胜监员表现令人眼前一亮。不过会长周文亮就话仲未够，仲让现一月转会市场重开嘅时候会有新球员加盟。其实我哋队波咧就长久以来都系缺乏一个射手，而且我哋太注重咧就系叫云尼。咁咧就所以今場波咧，我好開心就見到有朱兆基同埋甚至我羅伯圖佢都射到波，咁證明咧就有少少突破。我哋都會揾嘅就係想話揾翻啲進攻中場啊，同埋呢個中鋒，即係依家個窗未開咧，所以就我哋都係揾即係多方面，甚至乎亞洲其他地區啊、韓國啊咁或者我哋都會有諗。銀牌八強將會面對死對頭傑接，在聯賽輸過俾對手1-2，但周文亮就依然對球隊充滿信心。好似即使我哋上次輸咗俾佢波咧，就係輸球12碼咁嘅啫。除咗客觀因素之外咧，我諗實力啊同埋呢個合作，我哋都唔會輸蝕嘅。